浪花一朵朵打上沙滩，垃圾随着浪花一堆一堆的漂浮上岸。一头大抹香鲸在海里浮浮沉沉，被海浪打上沙滩，它奄奄一息地躺在沙滩上。它痛苦地挣扎，它回想着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抹香鲸出生时，沙滩上清洁又干净，没有垃圾，海水清澈，鱼儿快乐地在海里游泳，海龟们也悠游自在地享受海洋生活，小海豚快乐地在海里游来游去，跳上跳下，海龟常常追逐并享用它最爱的美食水母。我是大抹香鲸，很多海底生物见到我都要退避三舍。我可是天不怕地不怕，只怕海洋被怪物入侵。有一天，海里来了一些不速之客，许多伪装成水母的塑胶怪客入侵海洋。你们这些讨厌的废物，别挡住我的去路！塑胶垃圾数量不断增加，小海豚还是抵不过塑胶怪物的侵袭与残害。小海龟把塑胶袋当成水母，一口一口地吃进肚子里。小海龟，你的腰带也系太紧了吧？我小时候被塑胶恶魔缠上了，身材都变形了，腰变细了，我食量也变小了，每餐只能吃一点点。我食量超大，我一张口可吞下上千只的小鱼。拜拜喽，我要去享用我的海鲜大餐了。哇，美食当前，我要好好大快朵颐一番。后来，海里的垃圾越来越多，海里的磷虾、小鱼都被淹没在垃圾堆里。饥不择食的大抹香鲸常常误把垃圾袋当成小鱼吞下肚。他经常吃塑胶大餐，或被渔网缠身，好不容易挣脱了渔网，又钻进层层垃圾堆里。有一天，小抹香鲸也被渔网缠住了，他连续好几天都无法进食，成了饥饿连连的小抹香鲸。一直到大抹香鲸帮他解开纠缠的渔网，他才重获自由。但是海洋里的垃圾实在太多了，没多久他又深陷垃圾及渔网的束缚，再度成为饥饿连连的小抹香鲸。大抹香鲸自从吃了塑胶大餐之后，肚子再也不会饿了。我到底是吃了什么？为什么肚子这么饱，却没力气向前游？自从2019年的新冠肺炎爆发，海洋里又多了不同的塑胶废弃物、口罩及快筛剂。这片海洋来了太多塑胶怪物。我的鼻孔以前插吸管，现在又多了快筛棒。再见了，小海龟，我要离开这里，我想去寻找一片干净的海洋。大抹香鲸出发后，才猛然发现，它永远无法摆脱垃圾的包围，它的生活已经和垃圾寸步不离了。一直到它奄奄一息地被浪花卷上岸，它还脱离不了塑胶垃圾的魔掌。